烧主公！ 怎么回事？少主公，我已寻到当年的医师。他在军中曾见到那些被派去查探瘴气的将士们的坐骑。倘若人因瘴气所杀，马必不得性命。他心生疑虑，暗自查探，发现那些将士皆死于刀上。害怕之下，他卸甲归田，隐姓埋名。 我本想带他见少主公的，无奈还是被他们发现了。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你们究竟是何人？小心啊我！ 非死于瘴气。少主公觉得是小月侯故意杀人灭口，可那些都是他自己人呢。他为坐视瘴气之事掩人耳目，杀人灭口，是他拖延了救援，致孤城城破。韩武之死。 证明他已知晓背后有人在查此事。接下来，我们不能冰察，只能暗访。我们要加倍谨慎。少主公，圣上令孙医官来为你查伤，可要让他进来。不见。圣上说治不好，孙医官提头去见。圣上说了这么多年了。 可曾真的摘过谁的脑袋？不见，就是不见。你怎么起来了呢？陛下要在屋里练功，妾就不妨碍陛下了。 去测点水去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走啊！哎，朕呐，也是担心子胜。你说，他这伤了腿了，也不告诉朕。朕这一想起来呀，也是寝食难安呐。子胜哪次受伤了，不是自己扛？若为这般就愁的睡不着觉。
那陛下夜夜别睡了，修仙得了。嗯，这次可不一样了。他不仅满省，还欺君。哟，这闷葫芦开窍了。说来听听，太多欺骗陛下什么了？大说他这伤，是骑马摔伤的，可鬼才信呢。先生，自从6岁开始，上马如飞啊，不曾摔过。 骑马摔伤的，哎，听说呀，他摔伤之前还去见过程娘子呢。指不定啊，他就是怕朕责罚程娘子，才故意欺瞒朕的。嗯，在土高山，便是如此吧。朕问程娘子一句，自胜护着他，能顶朕10句擂。 如今呐，自身心里有了程娘子，就没有朕喽。陛下，谁还不曾年轻过？当初，陛下对妾，不也是这般吗？那。 现在，能不能也先心疼妾一回？能。见过三公主。程娘子，又见面了。 听闻十一郎去你家下聘了，你便是靠着这张脸勾引的十一郎吧？敢问三公主，何为勾引？我说是什么就是什么，叫你大话，你竟敢为上！来人，掌嘴！住手！ 洛娘子辛苦，我有话要与三公主讲，还请屏退左右。他说你什么了？ 听说他狐媚脚快，昨日还连累你伤了腿，他根本配不上你。子少，其实我一直都很后悔，你过去待我很好，可我年少时不懂怎样才是好郎君。你可还记得，我儿时半夜心悸，是你连夜叩开宫门，让父皇赐下侍医。侍医，所以你今日就以羞辱武父来回报我。 那些辱没宗室门楣的话，还请三公主不要再说。圣上恩赐抚育我长大，他夜以继日的为国事操劳，可他的女儿
却不知廉耻的敛财，全然不顾其父的脸面。儿时之事，大可不必再提。现如今的我，对你已是厌恶至极。你不用再说了，我还没那么厚颜无耻，只怕你将来不要后悔。在下今年21岁，从小到大，圣上不知催促过我多少次早日成亲。可直到前些时日，我遇见了少商，才动了婚配的心思。子胜此生，除他以外，再无旁人。将军，腿还伤着呢，走这么快也不怕伤上加伤啊。嗯，昨日还对我冷言冷语，怎么今日就知道关心我了？谁关心你了？我们好歹是未婚夫妻，我是怕没有照顾好你，圣上迁怒于我。听着，我知道你嫌弃我处处约束于你，处处压迫于你，但即便如此，我也不可能放你走。你就像观众供奉的神像，受人敬畏膜拜。如今神像要与我成婚，还要跟我一起同吃同住，就不允许我犹豫一番吗？你这人就是如此，智足以拒谏，言足以是非。这话我听懂了。阿木也常这么夸我，看来你们是同类人。你大可以对我冷嘲热讽，可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尽心。少商，我认准了你，那往后只能是你。你要是想退婚，大可去圣上面前退。这个婚，我林不疑绝对不退，即便圣上重罚，我也不退。谁说我要退？很爱，我也不知如何爱人，难免关于质疑你的用心。可是回想往日，你待我真的很好，我要是再一味抗拒，倒是显得我有些铁石心肠了。你伤如何了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我在猎屋受伤之时，你还知道关心我一句，痛不痛？你是不是怕圣上责问你更胜于我？你哪有圣上可怕？陈少少，我知道你总会质疑你我并不平等，总忧心我会压迫于你。我今日想告诉你，我林不疑将你视作武器，我所有的一切皆属于你。日后我也只会用权力来护你，绝不可能压迫于你。我
我会让你相信的。信不信，看你日后表现吧。以后，你想吃，便吃。今日这里，行得还算可以啊。你告诉朕，日后该如何成为子胜的妻子啊？得先成婚。完了。回禀陛下，臣女愚钝，不知陛下之意，方才妄言，还请陛下恕罪。朕问你，你礼仪粗疏，才学不显，可子胜呢？国之栋梁，朕视其如亲儿一般。你觉得你自己和他般配吗？哎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孙医官刚才还说你的腿伤又加重了，你不好好回去休息，跑这来干什么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子胜前来，就是想同心腹一起听听陛下究竟想问什么。哎呀，那好，你腿伤就别跪了，坐着说啊。你也坐着，都坐着，好不好？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坐吧。说吧。陛下明鉴，臣女阿父阿母在臣女襁褓之时，便出了都城去征战，家中只留下了年迈话多的大母，还有并不贤良的二叔母。这些年，臣女识得的字不超过百字，识得的书卷不曾看过书卷。如今阿发母回来了，就是觉得臣女过于粗鄙不堪，所以才教了一些书文。林将军是武将，我想，林将军定是不喜欢学问太高的女娘。全都城里，就我没有学问，想必还是比较般配。胡说八道！子胜，学富五车啊，怎么就配不上那些高学问的女娘了？啊，对，陛下说的对，我也是如此想的。若是以前，我能知道日后林将军会亲眼于我，我定会日夜苦读，冬夏不辍。可如今，不是也没有机会了？陛下，少商年纪虽小，但却如此谦逊自知，不卑不亢。子胜就喜欢他这样的。孔夫子云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智也。”难得你这么小的年纪就懂这个道理。你不要云，常氏，这婚事啊，既然已经定下了，你日后呢，就应该多想想如何弥补自己的不足，而不是在这里自轻自贬。倘若如你所说的真的如此不堪，那娶你的子胜又算什么呢？如今子胜在外立府，一言一行颇受关注啊。你作为他的心腹，将来里外操持更要谨慎周全呐。万一有什么差错，丢的是子胜的颜面。所以啊，你来皇后宫中聆讯吧。
须得加倍用心勤勉，莫以自谦之名行推诿之实啊。至于细则，那就听皇后吩咐便是了。啊，就这样，没有别的要说了吧？啊，想说什么就说吧。陛下日理万机，今日难得有空。陛下，臣女今日想告一个人的状，不知可否？嘿，你胆子真大，这才面圣三回就敢告御状了。你可知谏言出告是大事，稍有不慎就是重罪。陛下所说的朝廷大事我不懂，不过我今日要告的是小儿女之事。然虽是小儿女之事，但天下若干大事都是以小儿女之事引起的。林将军常说陛下宽厚，视若为亲父，所以今日我斗胆也视陛下为长辈，也不知合不合礼数。若是不合礼数的话，我便就不说了。哎，合。合。合。嗯。说。臣女今日要告的是车骑将军王纯之女王林，告他言行无状，在楼家婚宴之上诽谤于我。啊，铸币权之事我自会寻机会去说。那彭大人允我之事呢，可曾关照妥帖了？文修君放心，小王爷产业在寿春境内，我家家主一定会护他安然无忧。但索要属地铸币权并非小事，文修君可得小心斟酌言辞，稍有不慎那就是性命攸关的大事。区区铸币权而已，乾安王府虽无往日的风光，但是对皇后的恩情尚在。他宣誓流落我家，若非我阿父把他送与当今的圣上为妻，他何来今日的母仪天下？我阿父更为了文氏的江山命丧疆场，这些薄面我还是要的。如此甚好，此乃小王爷托我给夫人带来的家书。家主深知此事令文修君为难，然小王爷生活艰难，多年不治新医，捉襟见肘，为勉强度日只能过午不食，闭门不出。小王爷真是无奈，才不得不提出非分要求。如今朝廷归文氏，普天之下姓文者得贵，若非乾安老王爷去世得早，小王爷何至于窝在寿春苟活。天下本该是我乾安文氏的，可偏偏我们姐弟却活得如此辛苦。阿母，阿父让我来寻你说。阿母屋内竟有客人吗？阿母的规矩你都忘了吗？进来也不敲门，还不给我退下。慢着。这便是女公子吧？
果真是位如花似玉的小女娘啊。区区见面礼，女公子莫要嫌弃。女公子嫉妒了吧？说来，家主夫人去世已有一载。灵儿尚有，我和将军还想留她在闺中多些日子。再说，彭大人的年纪与我夫君相仿，怎好隔辈娶亲呢？年纪大有什么关系？知冷知热，会疼人呐。彭大人的喘疾还很严重吧？他这副身体，何必苦苦想着娶心腹呢？文修君切莫忘了，我家家主是为谁落的身体残疾？若非当年我家家主不顾瘴气，将老乾安王背回，怎会落得自身残疾？这些年未有子嗣，也是因此而来。此恩，天下人可以忘。文修君，切莫忘记在世。我自不会忘。我会在都城帮彭大人寻觅心腹，唯灵儿不行。小王爷人困寿春，难免会思念亲人。若能常见到亲生女，心中也许会宽慰。我家家主与小王爷虽是异姓兄弟，终究亲密有间。若能联姻，那就是割不断的血脉亲人，岂不会为小王爷去世。你与王娘子之间不过是些口舌琐事，何必拿到陛下和皇后跟前说呢？徒扰帝后清静。陛下和皇后视子慎为亲子，也就是我们的长辈，这种家事自然要与家长说。但说无妨。那日王娘子与另几个小娘子当众指责我狐媚做作，卖弄柔弱。无碍当是什么呢？原来是这些争风妒忌之言。敢问太子殿下一句，若臣女当真是狐媚做作，那受臣女蛊惑的林将军算是什么？给我们赐婚的陛下又算是什么？若此状我不告，那林将军岂不是要担上一个耽于美色受人蛊惑的名声？陛下，我与王娘子的确是口舌纠纷，但陛下也知道，然三寸之舌，人可坏事乱国。陛下的家事就是国事，家事不宁，国事不安。于家于国，此状我都是要告的。我其实也不想一直抓着王娘子的错事不放，只是这王娘子对子慎一直颇为执着。若此事我又忍了，他便还会对我纠缠不休。若是犯了更大的错，那岂不是小事化大？如今我告了他，就是大事化小。少商说的没错，自从子胜和少商定亲之后，这阿玲在人前人后多少次愤愤不满，一劲地说少商配不上子胜，这些我都有听说，你说是不是？妾也略有耳闻，在都城众多迷恋十一郎的女娘中，
王林也算是有名的。哼，你们说的都对，这怪谁呢？不过呢，这阿玲啊，的确需要好好的教导一番啊，免得日后再生出更大的祸事来。朕这就让曹城跑一趟车骑将军府吧。少商，余与陛下商议过了，你既要嫁于子胜，自是不能半点不失宫中规矩。不若接下来这段时日，你就住在长秋宫里，余也好慢慢教导你这宫中的礼仪规矩。可是，可是什么？皇后亲自教导你，莫非你还不乐意啊？陛下，皇后，曲林侯夫妇在外征战十余年不曾回家，少商自幼与父母聚少离多，待他与臣成婚后，更是难以承欢膝下。少商舍不得父母家人，臣亦舍不得他受这离别之苦。臣认为，不如就让少商住在家中，每日由臣送他来长秋宫学习规矩便可。哎呦，亲自接送啊！子身觉得不辛苦，那也不是不可以。那就按陛下的意思，子身每日辰时之前送少商至长秋宫里，申时末出宫回家，每旬休一日，如何？是。嫁给彭坤大人，天下谁敢笑你？彭大人是我们乾隆王族的恩人，你不嫁也得嫁。我不要，阿父，阿父，我要嫁出寿春，再想见阿父就千难万难了。阿父，你可是一定啊！夫人，你我婚后只得此女，怎么嫁去寿春，嫁给彭坤受苦啊？我母亲、乾王的祖宗基业都在寿春，以我幼弟现在的能量，东山再起不过虚云，到时候全天下的女人都会艳羡我们女儿嫁到了寿春，这区区都城算什么？舅父要当真有本事，就不会窝在寿春受选于彭坤这么多年。放肆！我们乾安王族不过是一时虎落平阳罢了。当年如果我们没有乾安王族，当今圣上又岂能得百万雄兵，收平立地余孽？就连皇后也不过是仰仗着我们家的收留，才能苟延残喘到今日。我族子孙为天下捐躯，现在就剩下你舅父一个人了，全天下都欠我们温家的，而你们王家人没有资格嫌弃。阿母，可是我们才是一家人啊！若不是我前王族在我阿父去世之后落魄，
怎么会和你们成为一家人？曹常侍携圣上口谕到。王夫人，还请跪下领圣上的口谕。身为前安王族后人，岂能给一个阉人下跪？王夫人，您这是对圣上的不敬啊！放手。圣上说，王氏女灵德蒙祖荫，性交行户，如娄氏婚，抵程氏女，车骑将军王纯，失管少教，致其无礼无度，失德失责，念及宗亲，则妇女自省，以警效尤。王夫人，谢恩吧。夫人这般做什么？灵儿有错，只管约束管教，为何当众动手？素日里是怎么教你的？你身上淌着我们全王府血，谁要是欺你辱你，你大可打回去。平日你可以跋扈，可以嚣张，可以目中无人，但是不能像今天这样丢人。圣上居然为了个军户之女这么为难，那宣誓也不拦着。当年若不是我跟圣上同宗，便是我做了皇后，轮不上他宣圣安。走，我带你进宫找他宣礼去。进宫？可圣上勒令我说居家反省，你乃是抗旨。圣上我都不怕。我怕，我们王室都怕。你们一个个都怕，骗我不服。